肢体来敬拜我们上帝。对，不管你们跳得好不好，上帝不在乎你的动作漂不漂亮，或者是他只在乎你，在乎你有没有那颗心敬拜他的心。对，然后这次也很，我们也很欢迎很多的各有不同教会的青年一起来敬拜他，我们也想吸引你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上帝。然后在圣经里面说，在历代志上十三章第八节说，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，极力跳舞唱歌。还有诗篇三十章第十节，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。诗篇第八十七篇第七节，唱歌的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。这几句经文里面都有跳舞这两个字，所以上帝很喜悦我们用跳舞来敬拜他。然后属世的街舞跟福音街舞的不同，你们知道哪里不同吗？哪里不同？好，它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动机对象，还有它每个动作的意思。它的对象是谁？属世的街舞，它的对象是谁？属世的。对。啊，福音街舞呢？对，就是这个就大大的不同。还有它的动机，它的动机就是在展现自己。荣耀自己，而福音街舞它是在赞美我们上帝。然后我们的手册，讲一下我们的手册。各位学员们，你们的手册最后一页有你的问卷，所以我们希望如果你有心想加入我们的话，你可以在最下面有一个愿意成为 Worship Dancing 的敬拜舞者，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写在基本资料写在上面。然后在写之前，你要好好的祷告，对，要好好祷告。然后我们会在最后一天收回这些手册，然后也会尽快跟你们联络。跟你们联络的时候，然后再详细跟你们介绍这舞蹈敬拜真正的含义，它里面的规定，还有，对，好，就这样子，我们会很快与你们联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嘉欣同学。那这个传承的工作是这样，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全屏东县每一个地方都有种子啊，这个种子将来以后啊，做宣教的工作或者在传福音的工作，我们是一起啊来推动的啊，一起为主啊荣耀的，阿门吗？哈利路亚！好，我们要渐渐尾声了，那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需要。有很大声的声音叫安口的声音，也可能七家新义 SG 的老师呢，可能要他们说可能他们在这几天呢非常的累了，可是我们要需要一些的鼓舞，让他们再跳最后一首歌好吗？要不要再看他们跳最后一首歌？
弹到跳了。那么小声怎么安口啊？弹到弹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的敬拜团就定位。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从位置上站立，我们要唱这首诗歌《神你真伟大》。
在场，请你麻烦请你站起来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照相，来，快点。
来，我邀请四位弟兄姐妹，那十字架上四位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一起合照。来，快点啊、我们把握时间。像下棋一样。啥地方喂？啊，要不要不上班？好的啊，时间我今天做这个给咱那个啥新年了，那么不了啊，上来做啊，这样啊，上搞不弄的那么不做，那么不上楼的讲一件，那么不了。喂，啥地方？喂，来，跟他们一起照，快点，欢迎你们。传道，你们会传道，来，快点，一起照，快点，来，快点哦，哎，时间不等人。他没有，牧师呢？怎么着？那个牧师呢？等一下哦。这怎么办？没关系。那个有那个纸衣。